そろそろオラとやろうぜ。たりゃ。待たせたな。魔眼光殺法。見せてくれ、本当の力を。他们就是《龙珠》系列的配音演员野泽雅子老师，今年86岁。他从1986《龙珠》第一部剧场版为孙悟空配音，之后又担任了系列中孙悟饭、孙悟天的配音，到如今《龙珠超》超级人造人已经36年了。この程度か。为比克配音的古川当智夫老师今年也76岁，一开口就能燃炸全场。ここからが本気の戦いだ。如今《龙珠超》超级人造人即将于1月6日在全国影院上映，他们还专门为中国观众手写了中文祝福。30年如一日塑造一个角色，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热血是一种精神与态度，从来与年龄无关。今度は僕の番だ。